老小姐，这是你的鉴定报告。我真正不是左家的骨肉，那你真正左家的骨肉是啥？助理出事干呐？爸上疼的是你啊！不管是过去、今嘛，还是未来，永远拢袂改变。你用看到曾阿妮的鬼魂，今嘛，干那剩这办法啦。我无希望看到爱妮是甲不明不白。有人要找你，你替我约住宅来啊！今仔日我会来见你，是住宅拜托我来的。伊希望哦，会当调查清楚你的死是不是意外。罗小姐，这是你的鉴定报告。我真正不是左家的骨肉，那你真正左家的骨肉是啥？助理出事干呐？爸上疼的是你啊！不管是过去、今嘛，还是未来，永远拢袂改变。那照因两个人的八字看起来，因若是结婚，一世人一定会吵吵闹闹。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我你真正把我剁碎好无？饮酒哦是袂当解决问题，啊，不过饮酒会当让你暂时袂记真济问题。除非郑明星放弃阮两个人的感情，我无可能当养母。有你伫，就算讲大家拢是落雨天，我嘛会当做是出日头的好日子。我就介意你，我无想要甲你分开。中正出现啊！对我甲健康交代好清楚啦。你若是想起啥，拢有可能是啥事。我啥物拢想袂起来，也毋过我会记你一个人的面，就是迄个好心的阿伯，住在因爸爸。